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，让我们共同关注地球生态环境，守护脆弱美好的大自然。相信在座的各位对动物都是比较感兴趣的。其实呢，想要足不出户的了解野生动物，有个简单的办法，那就是像奥特曼一样变成光。在纪录片《小小少年》里，对昆虫感兴趣的小朋友们就用灯光了吸引了很多昆虫。其实比较多的呢，就是扑火的蛾子，而蛾子的亲戚是蝴蝶，可以说是自然界最美的两类昆虫之一了，称为鳞翅目。种类极多，是动物第二大目，多达18万种。然而除了最原始的小刺蛾之类具有咀嚼能力，大部分鳞翅目它们的进食器官呢，就是由两个外合叶组成的半吸管。这进食的时候呢，就用液压技术把这两个外合叶拼成一个吸管，伸直以后呢，就可以嘬液体，称为虹吸式口蒂。只能吃液体食物，肠胃那么娇贵，理论上来说呀，它们的种类应该非常少才对。然而它们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呢，都是幼虫阶段，因为身体有肛毛，所以叫做毛毛虫。这玩意儿和吸管小嘴成虫可不一样，是无情的进食机器，一孵化出来就想把外包装吃掉，回收点蛋白质，然后就不停地啃叶子，一天能吃掉自身体重5倍的食物，几个月吨位就能长1000倍，又肥又嫩，全是肉。为了防止不被吃掉呢，毛毛虫加装的配件呢可就非常多了，比如刺蛾科，它们没有腿，和蜗牛一样啊用肚皮爬，身上长满了毒刺，看上去就跟装甲列车似的，非常拉风。我们常见的羊辣子就是绿刺蛾属的动物，长大之后呢也是绿的。还有些没刺的，比如背刺蛾属，长得像个糯米团，还有圆刺蛾属，裹成了粽子。长得跟毛肚似的圆刺蛾更是有很多分叉的毛瘤，脱了后啊，下次蜕皮还可以再生。刺蛾的亲戚绒蛾科发量极为浓密，一头金发的南方绒蛾幼虫也被叫做特朗普毛虫。同样有毒的还有灯蛾亚科，它们身上啊不是硬邦邦的毒刺，而是加长版的肛毛，不但小时候有毒，而且长大后啊也有毒，通常颜值很高，比如闪光妹灯蛾、乳白斑灯蛾等等。因为寿命很短，灯蛾在繁殖期的时候可以疯狂燃烧，比如美丽灯蛾，雌性呢会在20多天的时间里和4-5个雄性交配，雄性交配呢用的是精囊，两者亲密结合的时间长达12个小时，前2个小时呢主要是转移精子和营养物质，后面10个小时转移生物碱，说人话呢就是毒素。他们小时候天天啃一种有毒植物猪食豆，自己呢也变成了一个毒药罐，有时候为了多存点毒素还会吃同类。不过他们能分辨出谁是兄弟姐妹，家人们，我肯定是不会先吃你们的。3天之后啊，他们依旧是移动毒蛋，如果不小心碰到蜘蛛网，蜘蛛跑过来看，哎呀真是惊扰了哥哥，就赶紧切断蛛丝给灯蛾送绑老松江了。雄性和雌性交配的时候会把宝贵的毒素抹到雌性身上，让雌性更加立于不败之地，精囊里还有额外的营养物质，雌性每得到一个精囊就获得15%的材料量增益效果，因此雌性之间的竞争呢反而更加激烈。雄性交配会减少11%的体重，不要以为交配了舔狗就会有好结果，这么多精包在雌性体内早已经知道了它们的长短，精包里还有发香器，雌性能根据谁的气味更强选择合适的雄性精子，而其他的雄性精子呢则沦为营养物质。哎，明明是我先，为什么孩子越看越像老王呢？悔恨早已无用，因为自己的寿命实在太短了。灰灯蛾交配呀，也使用发香剂，这个发香剂呢撒在肚子上的，能瞬间勃起，支棱起来4根大天线，吸引远处的雌性。而发香剂的大小其实也是和毒素有关，毒素越强，发香剂长得呢就越大。邓蛾的亲戚毒蛾亚科自然也是靠毒素行走江湖，其中的五毒蛾更是世界百大入侵物种之一。这种毛虫啊，几乎什么树都吃，繁殖能力超强，行动起来从山从海，片叶不留。有一些比较漂亮的大蛾子，比如木叶蛾，体型硕大，翅膀上啊有两个大圆珠子图案。强喙叶蛾更是世界上翼展最大的昆虫，最大能达到30厘米，但是身体呢非常小，甚至起霰弹枪打它们也能保留飞行能力，绰号白色女巫。它们的亲戚周蛾科也有带毛的类型，为了防止迷路，它们走路的时候呢会像小火车一样排成一排，绝不加塞，速度比人都高。如果把队伍首尾相连，导航程序呢就会出 bug， 一直转圈转好几天。为什么叫周蛾呀？是因为很多幼虫的尾巴是翘起来的，看起来就像龙舟一样。像二尾周蛾这大脑袋看起来还挺可爱的，它们的成体啊就是伪装大师。长周蛾成体像块树皮，斑周蛾成体猛一看像是一块披菜，再仔细看呢，哎，翅膀是镂空的，实际上啊这是它们特殊的斑纹能形成裸眼 3D 效果。最厉害的是美周蛾，
侧面一看呢，像卷曲的树叶，难道是蔷薇的不对称设计？仔细看它的背部才发现，原来所谓的卷曲效果居然是画出来的。喵，和锋芒毕露的毒素防御比起来，这种隐介藏形的伪装呢也颇为普遍，比如枯叶蛾科的宋毛虫，最终的毛毛虫啊，指的就是它。几乎每一种松鼠都有一种匹配的宋毛虫吃它们。还有一类天幕毛虫，休息的时候会集群组成大网，是丘吉尔的噩梦。成年后啊，它们一般都是棕褐色的。还有黄枯叶蛾，非常像叶子。有的蛾子会把一部分翅膀弄成透明的，伪装成腐烂的尸体，太晦气了。伪装能力最为出众的莫过于此蛾了，就是生物课本上自然选择的代表。它们的幼虫非常有名，叫做齿货，轴距很大啊，只有前段和末段有腿，走起来一咕涌一咕涌的，好像齿子丈量大地。夏威夷啊，有一类食肉的球果齿蛾，它们的幼虫啊腰非常的长，绿色前腿非常锋利，就像一个大手一样，可以偷袭其他猎物。自己呢长得就跟树枝一样，很难被发现。还有一些呢会把花瓣背到背上。有种齿货又有被动适应性表皮，当它们出生比较早，吃橡树花比较多的时候呢，就会伪装成花。出生晚，花期一过，就会长成橡树叶的形状。很常见的国槐齿蛾会用丝线呢把自己吊起来，脱离危险，又称吊死鬼。丝线呢也是不少蛾类求生的法宝，比如卷蛾科会把叶子卷起来保护自己，有的叶子不见光，毒素啊也起不到效果。树蛾科呢会收集很多树枝和沙子，用丝线连接起来，每一个树枝都获得一点额外护甲。还有这个黄金甲版本是艺术家给提供黄金和珠宝制造的。硕蛾的雌性呢一直保持幼年外形，但是可以进行交配繁殖，有的甚至不产卵，交配后直接死掉，它们的身体和收集来的装甲就变成卵的孵化室，幼虫就会破体而出。它们的亲戚伊蛾喜欢吃毛发和羽毛，我们在衣柜里就看到很多小兜，其实就是伊蛾做的。要说用丝，鳞翅目里最出名的就是蚕蛾科了，里面有个极为重要的物种家蚕。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明丝绸呢，就是用家蚕吐的丝制作的。中国培育的家蚕吐丝量是野外种群的10倍，因为没有天敌影响，它们失去了保护用的花纹，胖的不会飞，甚至还得让人当媒人找交配对象。在制作丝绸的时候呢，需要把化蛹的蚕烫死，否则它们就会把蛹咬破。蚕可以说是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的昆虫之一。虽然网络的发展大家可能会觉得某些养殖或者屠宰行为很残忍，但作为一个养殖家畜和对驯化师了解比各位要稍微多一点的人来说，我想说杀戮行为远比各位想的持久和规模化。超市里的鸡不是冰柜里长出来的，现实就这样残忍而温情。没有人，这些动物压根也就生不出来，放宽心就好，该吃吃。温情呢也很简单，你给个三连就是大善人。蚕蛾科有个亲戚大蚕蛾，也叫天蚕蛾，体型很大，像五九大蚕蛾，翼展能达到24厘米，翅膀前端呢还有蛇头一样的花纹，还有颜值极高的绿尾天蚕蛾和长尾天蚕蛾。小时候啊，见到过一只，被它的体型和颜值深深震撼，也经常有观众私信给我发图。现在各位应该都没啥疑惑了，这么长的尾巴不仅好看，还能干扰蝙蝠的力量，让蝙蝠误判它们的方位，美观又实用。还有一类很进步的天蛾科，为什么说它们先进呢？因为很多鳞翅目翅膀宽大，滑而不实，飞起来摇摇晃晃，而天鹅科体型大，跟战斗机一样，翅膀较小，还是后掠翼，能在18公里的强风中飞行，飞行速度达到40公里每小时，飞行时体温能达到45度，还能自行悬停甚至倒着飞。如此生猛的动力，能耗自然也非常惊人，不像小仙女一样的天蚕蛾不用吃饭。有的天鹅科拥有比翅膀还长的加油管，食物呢也是自然界能量密度极大的花蜜。日行的蚕尾天鹅还拥有惊人的色觉，比如给小黄花照蓝光应该呈现绿色，而它们培育后能分辨出真绿还是假绿。遇到蝙蝠，它们的反辐射雷达能够向蝙蝠主动发起警告，展现自己强壮的体魄。它们甚至能和鸟类竞争，有人感觉在中国见到了蜂鸟，其实就是蚕喙天鹅。为了减重，黑背天鹅还舍弃了自己的鳞片，皱天鹅和木蜂天鹅还模仿有毒的蜂类。天鹅适应能力很强，如果晚上在花朵旁边看到大蛾子，极有可能是天鹅。视频里这个呢，就是我发现的甘薯天鹅。至于天鹅的幼虫，大家肯定也很熟。举个例子，豆虫啊，其实呢就是豆天鹅幼虫，肥肥胖胖，还可以做成美食豆丹。很多天鹅幼虫都带有眼斑，比如著名的夹竹桃天鹅，长得跟钢铁侠似的。皱天鹅呢，眼斑在尾巴上，称为定眼。鹅类里处于演化顶端的是鸣鹅，外形平平无奇，适应能力极强。在米袋子里能见到古鸣，水鸣征服了池塘，能吃荷叶，蜡鸣甚至连白色垃圾塑料也能消化。我大鸣天下无敌。
有这么一类特殊的蛾子，论先进可能不突出，它们逃离夜晚蝙蝠的追捕，选择了白天活动，拥有极高的颜值，还获得两个专属汉字，称为蝴蝶。文化价值呢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毕竟良渚宁愿变蝴蝶，也不愿意变乌龟。蝴蝶里啊，有类比较庞大的是凤蝶科。这个鳞翅目所谓的鳞呢，其实刚毛变形而成的，可以通过物理结构反射一定波长的光线，能够呈现出自然界极为少见的颜色。比如青凤蝶的颜色就非常小清新，燕尾凤蝶如同装饰了流苏一样，多尾凤蝶则以量取胜，是不丹国鸟。金斑喙凤蝶则被认为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珍稀蝶类，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则是世界上最大的蝴蝶。凤蝶的幼虫也很有意思，比如柑橘凤蝶幼虫很小的时候长成了鸟屎的样子，鸟肯定不感兴趣啊，而当它们长大一些，翅膀硬了，就长成了一条蛇的样子，脑袋后面呢还有分叉的臭线，用恶臭来赶跑掠食者。灰蝶科的毛虫则善于利用自然界最强大的昆虫之一蚂蚁，有的蛇鼠一窝相互合作，背部有腺体，可以分泌蚂蚁爱吃的蜜露，蚂蚁呢就把它们当做奶牛饲养，负责保卫它们的安全。还有的如帝国主义羊毛，散发出类似蚂蚁幼虫的气味，蚂蚁一看，哎，在逃公主啊，就把灰蝶搬到洞穴里，它就可以不停地白嫖蚂蚁的食物。还有的就横冲直撞，直捣黄龙。你和小灰蝶的幼虫啊，长得像个盾牌，护甲极高，蚂蚁根本破不了防。一般的蚂蚁肉太老，它们就专吃蚂蚁的幼虫和卵。有时候呢，一个个吃不够爽快，就等蚂蚁生多了一块儿吃，一直吃到自己化蛹成蝶。蚂蚁都在外边等，想好好教训它一顿。虽然灰蝶没了护甲，但是身上细小的鳞片就相当于女妖面纱，蚂蚁一咬一嘴鳞片，还会被粘住嘴。只要不浪啊，就能逃出升天。燕灰蝶居然有两个头，屁股呢？难道挂在了树上？其实这个头呢是假头，用来吸引敌人的攻击。蝴蝶第一大科蛱蝶科也有很多物种用眼斑起到类似的作用，你必须先攻击这个具有嘲讽效果的部位。蛱蝶走路呢不是用六条腿，而是把前面的两条腿翘起来当做味觉器官。蛱蝶科呀有很多高颜值物种，包括被认为最美丽的蝴蝶闪蝶，大名鼎鼎的光明女神蝶就是闪蝶的一员。蛱蝶科的幼虫啊也很华丽，像那个鳌蛱蝶，长得就很像纳斯男爵的儿子。猫蛱蝶呢一身豹纹，而它们的幼虫则很像小兔子。河豚蛱蝶的幼虫啊看上去很唬人，实际上它们压根没毒，只是狐假虎威罢了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真有毒的，比如大名鼎鼎的帝王蝶，它有一大堆亲戚，毒性不一，都不好吃。如果毒素能吓跑敌人，这说明啊敌人曾经吃过你的同类。可是世界上蝴蝶那么多，谁的文化有那么高，让捕食者全记住呢？如果捕食者是个文盲，可能你这个警告花纹就没有用了。所以这一大坨毒性强毒性弱的就相互模仿，长成了同一类物种的样子，称为末世拟态。帝王蝶呀、被称为帝王，除了它体型大之外，还有个特点就是寿命长。如果一批帝王蝶恰好出生在夏末，那么它要从加拿大飞到美国南部过冬，进入休眠期。如果你闯进他们的领地，就会发现整片森林都密密麻麻的被蝴蝶笼罩。到2023年2月份的时候，他们就往北飞。这个时候，他们的寿命呢就已经有7个月了，已经是其他蝴蝶的7-8倍长了。他们也已经灯枯油尽，在路上产卵死去。第二代帝王蝶的寿命只有1个月左右，也会继续向北飞。想要回到他们的出生地，只有他们的孙子甚至重孙子辈才能完成任务。而孙子其实从来没有来到过祖先的出生地。虽然中国没有帝王蝶迁徙的景象，但是各种美丽的蝴蝶种类是一点都不少的。只要有一些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你没有见过的新种类。如果比较害怕虫子，那么不妨隔屏吸虫，关注《小小少年》第3季，里面有各种美丽的昆虫，也许有一天你就能在窗户旁边发现同款哦。